记者陈玉赴台北报道，党产会今日举行国民党就中央党部追征案听证。国民党行管会主委邱大展受访表示，针对今天听证会，请党产会主委林峰政法大法官许志雄移送法办。邱大展指出，为什么要把许志雄移送法案？因为许志雄在九十六年担任过政务委员，主持会议可读过以前所做调查报告。 认为就中央党部交易都是合法，当时就已经结案。如果林峰正认为不实或故意去图立国民党的话，有犯罪事实的话，就应该把这些人移送法办。邱大长提及，当初参加会议还有各部会次长及以上人物，若涉嫌渎职及包庇，那这些人都应该移送法办。邱大长认为，这案子过去就已经调查过了，没有任何不法。 现在党产会又拿出来调查，要追征，无地放矢，莫须有罪名。党产会根本是太上行政院，比行政院还要大。此外，根据党产会调查报告，党产会已找出当年借约、租约、买卖契约，发现国民党违反诸多法律，包含无偿占用、无偿借用、违约不归还等情事，有别于过去相关调查。